我叫董德生，俄罗斯后裔，俄罗斯名叫彼得洛夫。我妈妈是茨干族，我爸爸是哈克奇族。20年左右吧，俄罗斯打内战，听说死了好几百万人，还有闹瘟疫什么的。我老奶奶就带着我的爷爷和我二爷爷，赶上个马爬犁，从俄罗斯就到中国来了。到中国以后呢，那时候山东人闯关东，我老奶奶就嫁给山东一个老头，后来是我后老爷爷，我们就跟着姓董了，给我爷爷起名董宝来，我二爷爷起名董宝仓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全家就在中国扎根了。到我这已经是第四代人了。快爬着走，接菜去。拉着你，上道上道，爸爸了，爸爸拉着你，拉着你跟宝哥俩。没有，走喽。我家现在五口人，我爸爸刚去世5年，还有妈妈。我老婆是山东省梁山县的人，我儿子今年15，在上中学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我女儿6岁，在上幼儿班。慢点，慢点，下坡了。往奶拉奶奶家去，往奶奶家那边拉。今年可能是在农村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了，因为村里学校、幼儿班、学校马上就没有了，为了孩子上学，都在县里买了个楼，搬到县里上学了。家有钱吗？我早先是那么打算的。孩子其实在这上学吧，一年级还好说，一二年级都好说。到三年级的时候必学英语，你说这英语老师又卷行李走了，你知道吗？到开学还不来？不来了，这个老师不来了，你就是在自己再想办法。你说孩子这个学期这个课吧，你说那天春风在这边说吗？就上了几节课啊？连续20多天没有英语老师上课。上县里找去呗。哦。那县里教育局我们几个统一打算搁这上那几个。那个。哦。三姐，其实头两天我可痛苦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刚从他家回来的时候，我一寻思马上就要搬县里去上学去，让孩子烦，心可烦的，真这是真心话。你说在家上学多好啊，还省钱，还省钱还省心。搬到那儿去了，顾那儿顾不了这儿，你不可能一个人照顾两个家，根本照顾不来呀、啊！你说，春宝，你还有个老呢，那像我们这个呢，彻底的就拉倒了。特别。头几年，哈尔滨那个我们的于哥，他也是我们这样人，俄罗斯族，被我们叫我们去拍戏去，反正也都是群众演员、小角色，但是也很好玩。哎呀，见了也不少名人，去过不少地方。我排过的戏，我第一部是《大掌柜》，还排过《东方》，还排过《闯关东前传》，还排过《哈尔滨往事》。你看他那么感兴趣，我一点都不支持，我不愿意让他出去拍戏。你说多好啊，还能见着很多世面，还能见着很多人。那你说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啥？不就为挣钱吗？你挣不回钱了，去干什么去？浪费时间。哎、也不是闲着，冬天闲着也没事嘛。哎呀，这个吧，其实很简单的事。你说我夏天我也不去，就冬天有机会。开心快乐都是一个人的事儿，一家人谁也捞不着。你没有这个长相啊？跟长相说。女儿，等你长大你去啊，咱有这个长相，咱去拍戏去。哎呀，但是也不那么好当，只是个配角。配什么角？群众演员。群众演员，只是配角都不是啊。那配角都不是。配角的话，哎呀，爸当配角就厉害了。种地了。嗯，哎呀，很有意思。能，你最起码去过我很多没去过的地方，见过我很多没见过的人，哎，这我就值了。小时候听我爷爷给我讲吧，我老奶奶，反正是，哎呀，其实也是个很能的人，还长得，听我爷爷说还长得挺漂亮啊，穿着打扮呢。习俗啊，你看他穿着不拉几，扎个头巾那样的，头巾都是紫色的，不拉几都是黑的，穿一身。那老奶奶心眼挺好，那个对人也不错。比如咱说要是来个人，讨个水啥的，那时候家都好喝牛奶吃咧吧，来个人你要水，他不是说要，比如说要喝口水，那是喝什么水呢？牛奶的现成，都是给他喝牛奶。肯定很好玩。肯定很好玩。出来了吧？你摇吧，你先摇。不行，累死了，冷女儿。他摇两下，摇两下，我摇，我摇。倒着了吧？没有，这样对。
好玩吗？一个盘子就够吧。一个盘子就行。咬不动了吧？那咱俩咬，咱俩。这也太好玩了。我小时候听我爷爷讲，那时候就是解放前，两国关系很好，可以随便开交通贸易，就是你可以上俄罗斯去，也可以俄罗斯人也可以过来，比如拿瓜子啊、糖啊，还有什么啊、列巴呀、牛奶呀，沟通可以交换。我爸小时候跟我二爷爷去拉柴火去，挎着俩马，一个是中国的马，一个是苏联的马。中国马喊停嘛，站下叫鱼，那苏联马呢也喊站下是嘟。但是中国马听不懂苏联话，苏联马听不懂中国话，所以让他俩一块站下，只能喊嘟鱼。这个两马就都停下了。平安，平安宝地，进万财，那边呢？吉祥家和双百福。啊，吉祥家和双百福。这全是万如意，恭喜。都是过年嗑，过年了吗？讲嘛，老奶奶过来，她过来的时候，我两个爷爷都已经很大了，都一个9岁，一个7岁。一到那个春播的时候，春播前过八四个节，把那鸡蛋都染上红的，画上画，哎，整的可漂亮了，都彩蛋，共一个礼拜吧左右完了。哎，完了到时候再拿出来，再捣碎了，再和到麦子里，再做点，就是这样祈祷吧，有个好收成。现在是没了，现在谁是不会做的都是中国新出的。什么时候叫红糖啊，你再刮刮。拍戏留的，要不过年了刮得了。太刮了吧，难看死了。你看这胡子留着吧，范姐比我大6岁，谁看着谁说是我妹妹。我们19岁留胡子开始，她就变成我妹妹了。还不是刮光的，一根没有。你不为了拍戏用吗？以后咱不拍了。我那回搁胶盒拍戏的时候，咱要去卸妆，他们都是粘的假胡子，我留的是真的。完了，那个卸妆那个，过来了，把胡子接下来。我说你要是把我胡子接下来，你得使刮胡刀。本身长得就不怎么好看。那你还相中了？不是眼神不好。你跟我们结婚没有16年了？是不是16年了？三十九，23，可不16年了。五百，到底掏了，给我拿纸，他这个。啊？那得刮坏了。留事儿，留号了。不是你快点，别让你刮出血啊，别让你放血啊。那都是你搁那嘟囔的。媳妇儿，你看年轻了。没有。丑习惯了啊！人长得难看，怎么打扮也是不行。看爸爸年轻了没有？好看吗？没有。那还没有白刮胡子，还没有。你这好看一点了吧？洗手吧。就在那洗手吃饭吧。完那会儿，奶奶时候吧，还干净，院儿收拾利索，孙老太都勤快，那都是女的都勤快。那院儿说整的可好了，板板正正、规规矩矩的，花啊草啊。完里边花多，你说里边花，因为他做里边得搞里边花那个做引子，现在就不用写做什么引子呀，不会了，这里边花籽儿都没有了。那现在我家要是苏联菜，反正要我做我就会做两样，一个苏泊汤，一个土豆泥，就这两样。行吧，过年为了咱们马上就有一个新家了，姑娘来咱们再蹭一下杯，完了咱们就搬咱们的新家了。这有可能，这有可能在农村过的。错了，这个家咱们就过这一次年了。嗯，就过最后一个年了，以后再上，在农村就过不了了。弄完了，3月份，我们头儿打电话，3月份让我上青岛去，然后拍个拳击手去。哎，玉哥，你好，过年好吧？先提前给你拜个早年。我咋早？
啊，搁家呢，我正搁这我们家吃饭呢，才想起你来了。那个于哥，那个就是说三月份那个青岛那个，那个戏，怎么样？鸡肉真没有啊，肥肉是不少。嗯。啊，那就是过完年，好吃。过完年那个给信儿呗。嗯。嗯，哎呀，那挺好。关键是这没事儿，要是行的话，能上青岛玩玩啊，让青岛溜达溜达。哎呀，有籽儿。这个是他的宝宝。太晚了，别去了。他的宝宝啊。嗯，好。哎呀，他这么些宝宝。哎，那行了，于哥，祝你蛇年快乐啊！多拍点戏，多找点活。啊，再见，于哥。确定吗？不确定。确定。我就希望不确定。来，又能买。不给你喝，不给面子。上青岛玩去了。三月份。没人支持你去，恨透你了。儿子，我不管，爱去不去，我张哥去。还有这些。嗯，我就还有这些，那你气得我牙都疼了，牙生气呢。这有牙签吗？你吃去。那给你牙签，抠吧。主要不看看今天过年，我又给你生气了。嗯。拍什么戏？拍戏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妈。嗯。那月月，你一块来一个吧。那时候一那过节时候，那老奶奶找上一帮妇联老太太搁一块儿，哎呦。很热闹啊，唱苏联歌，跳舞，舞好像叫韦乔克舞，得闹腾几天，反正一过节吧，反正得热闹几天。好，祝我们在新的一年风调雨顺，祝儿子考好成绩。那进屋了，进屋吃饺子。哎呀，咱们可才春节来了，你没尝尝？红色的，哎，绿色。哎呀，关心谁了？完事了。妈，过年好。瞅啥？我问你呢。哎，爸，过年好，我要钱。奶奶，奶过年好。好。妈，过年好呢。好。我要钱。一百块钱那早都给你呢。我要我爸的。你要你爸的钱，对不对？哎，对了，你爸爸就是妈妈给的啊。今月，你爸的钱是妈。今月月月，过来拜年了，给你。给新月一个。月月，等于啊，快说奶奶过年好，快点，奶奶鞠个躬，过年好，你跟奶奶鞠个躬，会鞠躬吗？哎呀好，还有爸爸，还有爸爸你们俩，还有爸爸呢，哎，说过年好，说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这是妈妈的，妈妈给，这是妈妈的钱，你跟你妹，快说妈妈过年好，你说妈妈新年好，妈妈新年好，赶紧，等到50年代左右那个。我有一个我五姨奶奶，你说那好像国家有政策，我五姨奶奶，就回俄罗斯了，现在还在俄罗斯呢，但是时间有点长了，我爷爷他们也都去世了，就联系不上了。啊，奶奶搁那儿呢。大姐好，大叔，早一岁啊！不，你是按顺序来，不一块。再说这，大姑娘，生日过得好，生日好呀！二婶在这儿呢，大姑娘，二婶好。你在这儿？来，我上后，我先给他，给我叔叔。谁呀？大叔在哪呢？大叔在那边。哎，漂亮的小姑，哎，过年好。谢谢你。行，过年好，好。哎，叔子你好，上那边。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吧。上那边找你没找着，是搁这儿坐着的。哎呀，我藏起来了。学了，咋的？我知道，腰疼啊。哎呦，我发现太不好玩了。过年好。
学啊，不是同岁，不是同学，咱俩挺好。死了。死了。哎，大舅过年好，大舅！哎，过年好，哎，大舅过年好，来，哎，这老爷子，啊，这老爷子，叫大爷，啊，大爷，姓王，这家是哪儿的？家是兵团的，兵团的啊，兵团的，对，啊，王维栋，王维栋他爸，对对对，啊，那个老翻译嘛，啊，这原来没见过，这个知道，来，抽根烟，来，抽根烟，抽烟，来根，来。过年挺好，大爷，挺好。抽颗是这烟吧，那不有吗？啊，对，有老家烟，是老家的。你抽颗你们老家的烟，老家烟冲。啊，大爷现在俄语还可以啊，凑合。那个咱老家歌，老家歌，有会唱啊？莫斯科郊外晚上。哎，你唱一个呗，我还这光搁电视上听，但是他真不我。我唱你听这词儿啊，嗯、你会吧？我不会，我电视听过，但是我从来没听过这咱自己家人唱。嗯。哎，四段这个歌。是四段。唱一个行。Не слышны в саду даже шорохи。Все здесь замерло до утра. Если бы знали вы, 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. Если бы знали вы, 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.你一般人他讲不上来这个俄语的词。俄语这词儿，我还教过这玩意儿。那你看，那是就是因为那个闹动乱闹啥的，我爷爷吧就不教我爸，就是他就怕说咱那个。我敢问我打个命说不是吧？啊，对对对，害怕这个。我爷爷搁这黑龙江那是开船，他是个船长，他有一次开船，就把船就给潜住了。当时中国船很少，他自己也出不来，正好附近嘛有个苏联船。我爷爷就划个小船就上苏联船呢，把那个苏联船给叫过来，把我爷爷这个船就给拉出来了。拉出来以后，就因为这个事儿吧，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就因为这个事儿，那个我爷爷就挨处分了。人家就问你凭什么划个小船过去就能把苏联船叫过来，你跟那边是不是什么关系，是不是有联系，就把我爷爷就给打上叫休特，苏休特嘛，特务了，完了戴着大高帽子游街。完了我爸爸因为这个事儿吧，我爸爸搁这个村原来是个小队长，因为这个事儿也给刷勺子撸了，八年左右就给平反了。平反嘛，就是搁这个事儿吧，就给我们家有点阴影。我爸就啥。咱这样人吧，我从小就受我爷爷还有我爸这个熏陶吧，嗯，就是因为咱再早吧，咱这样人搁这受歧视，对，就是对你特别是都有过这个经历，对，也不好过。完了吧，我就寻思我找个中国人吧，就把这孩子血统一点一点一点点就是啊，我儿子再找个中国人，我到他的后代再来啊，估计到我孙子从孙子那一辈就改过来，把血统都改过来，反正吧也。就是你不想改也得改了，因为咱们这样的越来越少了。是，越来越少。你不是因为像我的年轻人，像我这么像的，兄弟现在找不出几个。是。等你儿子长大，你再找那么大小姑娘，还没有。没有，对。你这找汉族人了，对吧？对，一点事。这他现在你不想改也得改了。那俺们刚去的时候就瞅一样苏联女的，嗯，你瞅她，你转过身儿。再说那女的，他们基本长得没差不多，你分不出来，分不出来，基本差不多。你能分出来？他们对中国也是这个说法。对，他看中国人也是吧？他看中国人也都长都一样。对对对，那也是说过这个。我们排戏就是嘛，那俺这去才10个8个人，那个牵马的，牵马那个，哎，昨天谁给牵的马？你到第二天，哎，昨天牵马哪去了？一共这几个人，他就不知道，分不清。你去了吗？我去啊。种地。种地没去，我们你干啥去了？我去排过几拍电视剧了的。啊，你是电视演员啊？不，我是群众演员，群众演员，不是。那也行，我是群众演员，嗯，去好几回呢。嗯啊，你参加过那个？对，我这次来，嗯，就是上大舅这借个家伙事儿，过完年上青岛去，就学学那个。学手工节。哎，好。
好。好了。哎。那大姐，我先拿回家练练，练练完了，我搁电脑上学学。过两天我就给你送回来啊。谢谢你，大姐。别超过一星期。啊，行，一星期我六天还你。行。我走了就啊，谢谢你了，大舅。我走了，大爷。你没戴帽子？我帽子兜里呢。啊，我走了，大舅。他咋来这啊？别让别人吓唬着啊！啊，谁不让碰？对，谁不让碰？以后有用着你这么练，慢慢时间长，我们都疯了，孩子们也叫你折磨疯了。孩子喜欢，我想把孩子到时候带着跟我一块出去。你就把孩子带瞎了，带坏了，就你这样。带不坏，你放心吧。你想有这个机会没有呢？我永远不想有，我这种精神病的做法，我永远不想学。我他妈一出去你就拦我，一出去你拦我，你别人想出去玩，还没有机会呢。这什么好事儿似的？你出去除了霍家的钱，你还能干什么？我啥霍家钱？你妈你爸家。然后你自己为自己旅游，考虑你一个人感受。那年轻人你旅不上了，你有啥招啊？你有那时间在家多挣点钱，一家人出去旅游多好。你嫁个这样丈夫，你嫁个这样丈夫，你开这玩意儿，劳民伤财，一家人家里活都交给我自己。我这衣服好才走啊，活儿家我该干的干完我才走。挣不回钱了，你不算成功啊？什么？没人打你。走。我永远不让你去拍戏，把你的琴给你砸了，看着。砸你赔你钱，你管这？那我借大舅家的。赔去呗，我不管这事儿。他妈好几千呢，一个玩意儿。你认识小孩儿吗？没有。啊，干活吧，给我干吧。我不做，我遛玩意儿。看看网上顶不顶用。到外地去吃饭啊！不吃不吃。走就走，你看，因为我昨天搁这待着。不用回来了啊！现在吧，政策好了，我这一年就出门，一到人家到个火车上，什么警察查身份证，看我要身份，像我们这样他妈也好查身份证，查身份证，我拿一身份证给他呢，他拿来一看，你外国人长相，中国人的身份证，民族还是汉族，就是这个事儿人家广问，你怎么还是汉族呢？或者我回来以后上侨办一问，这是我们俄罗斯，我也算俄罗斯族。也是中国五十六民族之一的，我后来就在侨办办了一个侨民证，办了侨民证，年后就能拿到手了。嗯，就是这个是证明，就是我是俄罗斯族的人嘛。因为这排戏生多少气，非得去排。家里头顶梁柱啊，你家外家的外头活，家里活都得指着你呢。这就吵两句，没干。吵吵两句，也没吵吵不过你，还是憋不过你，还是得去。你别去了，得了呗。没有心愿呀，一个孩子，我还能帮你们干点啥？现在我也干不了了，啥也不能干一天。你现在哪还有一个来月呢？到三月份。你先别捣鼓说去的事儿，你别捣鼓去的事儿，他就不那么大气了。走之前把家里活全干了一撮了，那、哎、也没事儿。你看你妈啥也叫不对的，耽误不了。你这些年耽误过吗？哪回耽误了？你吃饭了吗？你怎么光哭呢？请你。想我，没事，爸爸，过几天就回来了，就回家了。好了，别哭，好了吗？
我想上咱家楼里。嗯，等哥开学的时候，咱就上咱家楼里了。妈妈领着你，还有爸爸，还有哥哥，都去。嗯，好孩子。这回你听话了，去找奶奶吃饭去吧，行吗？找妈妈找奶奶吃饭去。想跟你一起上吗？可以吗？不行，等以后的。嗯。你得听话，孩子。说啥？想跟着。哦，你想跟着。谁先跟着？你真的嘴贱，跟他说干什么？爸爸过两天就回来了。嗯。你坐着。你爸爸牙疼，去拔牙去，上医院，你不怕呀？带这小衫吧，这骨头就热。赵新月，你告诉你爸，你不许喝酒。你不能喝酒。爸爸少喝。你明天就回来。你明天就回来。行，好的。爸，爸爸，哎，可以晚上回来吗？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哭什么呀？爸上咱家楼上，把咱家灯安上，咱们就上那儿去上学了。来，我这爸亲一下。爸亲，听话啊！来，你他妈你！哎呀，咋呀？这咋呀？吃饭了，同志。搁农村生活了四十来年，哎呀，很怀念，很怀念农村，真不愿意走。那个农村多好啊！上县里。听他们说对门恨不得不认识，这一出门一喊啊，你来了我去了，那玩着喝挺有意思。反正我家历史基本上也这样。中国已经待了五代人了，去了有个俄罗斯人的长相，生活习惯跟中国人一样。现在在中国扎根了，中国还现在改革开放条件还不错，挺好的。你现在让我回去，我都不回，因为中国已经待习惯了。Дали яблони и груши, поврели туманы над рекой. Выходила на берег Катюша, на высокий берег на крутой. Выходила на берег Катюша, на высокий берег на крутой.